那那个应该就替换掉了吧？没有错，直接替换。剪一下好了，给这样。不是你哦。电梯需要。看它怎么放那里啊？它是会自己放上去啊？那我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放的顺序啊。电梯会需要电池，可是我已经忘记哪里有电梯了。我记得我们之前在玩有一个地方，它就是要电梯嘛，到底在哪里啊？对哦，明天是30号呢，31号跨年啊，不知道哎。讲到这个31号跨年直播，我也很想啊，但是碍于某一些事情，可能有点不太方便哦，真的是不太方便，就是啊，这里啦。我都忘记我们这边的门可以出去了，因为骑士的门好像这边有一扇。我第一次到外面呢。我第一次到外面呢。好爽哦！就是这个啦，难怪。这个跟我们之前第一次爬下水道上来的地方是不同路，这是新的路啦。我搞错了，这个是新的路，开了，然后这样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搭电梯了吧？电梯不是这里搭吗？哦，是这里啊。要开，不好意思啊、Sorry，缓慢的降落，奇怪啊，这个箱子挡住了、把它移出来，还是 Merry Christmas 圣诞礼物啊，这个我可以。Let's split up. Roger. 只能一个人，交给我就对了。然后呢？所以说要用女的上来嘛。不是啊，这里不是来过了？这是另外一个地方，是不是？我懂了。超白痴的这个。推出去啊！然后呢，这个是要用在哪里呢？Follow me. 用在桥墩那里，桥上跳过去，因为桥断了嘛，是不是？你看他左一看不会帮忙拖，有没有？妈的，苦差事交给女人。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是不是男人？好，他说他不是，还是从这边翻过去。我觉得应该是推到桥那边啦。长年以来的判断。AI 会帮你推箱子啊？推啊。如果是让 AI 去做，他会帮你推箱子？我不知道这回事管他了，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就是在正在解谜当中，
我看到上面他妈在发亮，完了，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尴尬。干你老师哎、欸，挑钢哎，要不是我有时候需要你的帮忙，不然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当 ，nice， 啊，终于呀、啊，耶、yeah ！放完了三个，吧？有没有反应？哦，动了，开了。哇、wow ！水位上升，开门了。老头都半夜三点不睡觉的那一种嘛，有时候呢，但是最近比较少了。最近睡眠品质稍微好了一点哦、喔。什么声音？干不是吧？这是蝙蝠还是乌鸦、啊？会不会咬我啊？感觉会攻击人哦、喔。怕。哦，啊！我只知道捡东西而已。是。某个地方打开了，是这个、哦。黄红配，黄红蓝，黄绿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好，逛完了，踩那个机关，想认老头干爹，干嘛认我干爹啊？不用啦。阿内瓦贝不好意思啊，我想和老头住在一起。阿内五高 combo， 别这样子，冷静点，伙计，冷静点。打完了吗？哎呦，哎呦，这里感到不祥。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大事要发生了吗？真假的？听你那样讲，我有点怕到。哎、欸，妈熊，来给你补充一下弹药。这个视角我会了。终于，希望不要再有这个道具了。这样只有我一个人上来哦，啊，我不就跟比利分开了？哎呀，挺可怕的。就这钩绳还需要用到，然后去把门打开。懂了，我懂了，发电。啦，耶、yeah ！在哪里？太棒了！
不要让他跟丢。Come on! Come on! 欸，电梯啊！哎呦，原来是电梯，啪！只有老头不能放弃。哎呦，你这么爱我，你也太爱我了吧！中塔的小阁楼，急救箱。马可斯日记二已撕破。以防万一，我把我的宝贝放在特殊容器内，但是放在身上不安全，我要把它藏在那个地方，要藏在一片叶子，就把它藏在森林里。我要藏起一片叶子，就要把它藏在森林里。所以说，他的宝贝长得像一片叶子，是吧？要打开容器需要特殊的玻璃剂。了解。这边有人坐在地上，我觉得他没多久就会醒来了。存档。我们等一下再存，先不急，先不急，应该不至于到危机会死亡吧？传送物品到手术室，目前没东西可以传，之后 ，Play 商店老头二郎游戏那什么东西？没玩过。决战那一关，你说蜘蛛啊？我记得我火箭筒直接把它废掉了、欸。最后一集用火箭筒嘛。破解，哎、欸，不是这样吧？我有了。不是用钩枪钩上去哦。推我上去啊！这边感觉就是可以用钩枪，为什么不用呢？哎、欸，可以了，原来只是没对准。哎、欸，是什么？有声音。今天在马可斯所长的指示下，更改了月台入口密码。之后我问他密码由来是什么，他说是他孩子成长的过程，重要时刻。但是所长独来独往，他没有结婚，肯定没有小孩，什么意思？孩子成长过程，刚刚有提及到马可斯日记二。这个没写日期，1204，12月14号，搞不好密码是124也说不定，先记一下。What the？哇！哇！阿娘喂，没有燃烧瓶。啊！爆射，还好，哥还 hold 得住。水质标本，
耶，入手。欸，有空瓶欸，然后这边又有汽油，我是不是应该要让比例上来才对啊？哇，算了，没办法做燃烧弹了。快要十点了，我知道，差不多了啦，等一下回头存个档啊。希望我可以回去。我靠，也太多门了吧！我们就这样子让比利存档算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先到这啦，那个明天再继续啦，好不好？来。到了教堂的顶端，然后冲三小。目前没有听到啊，没有前辈听到就好了。嘿，然后呢？啊，我想起来了，我现在是跟我们这个贝姐姐啊，有点分散了。然后呢？我要做什么？锁住了。然后我这边好像是拿到了样本，是不是？然后那时候我是想说不想玩了，我就叫比利帮我存档嘛。比利哥还很贴心的帮我存个档呢，真的是很 nice 的一个人。看来之后这边可以过去了。哎，感谢娜娜，哇，99个铃铛，干起来干起来！哦哦，有僵尸。哦，磨台机。嗯，这边我来过吗？干了，咬三小，叫不起来。来，给你看我裤底，要不要起来？我已经看到你吸眼在看了哦。哎，不要再装了，我知道他还在盯，看你他妈可以盯多久。嗯，果然是个称职的僵尸，任何诱惑都不为所动，有没有？什么水质的育成记录？1978年2月3日，对四只水质施打 T， 就是 T 病毒。好，然后呢，生存抑制首先导致寄生虫掠食行为。哦，会掠食，然后繁殖增生，他们存种的本能。作为生物武器研究的理想实验体，未观察到重大的改变。过了没多久，施打之后过了7天，快速生长的原型体的2倍，出现变态的真相，就是不是那个变态的绅士变态，是那种生态的变态。好，产卵成功，他们在1小时内数量倍增，就越来越多只了。哦，他们会同类相食哦，这么爱吃，哎。到了后面呢，会开始吃活体动物了，哦，但活体动物反抗时损失了一半的数量，所以说他们反抗其实有一些水质也是会中途可能被踩死或是干嘛之类的，开始会有群体攻击的行为，然后停止了互相吃同类的行为，已经进化超他们的进化超乎了预期，哦，水质不再展现个体行为，即使不喂食。依然啊，他们会集体行动，他们以超高倍率的吞食任何食物，就是越来越屌就对了，越来越屌了。值得纪念的一天，今天他们开始模仿我了。他们当然认得自己的父亲，乖孩子，没人可以把你们抢走。我们的马克思，丢哦，这是什么？嗯？可以放进去吗？安安多少几个人？你好，咦，今天有直播？想说礼拜日嘛，大家休息播一下，播一下。只是明天应该就不会了啦，好不好？只是跟礼拜一做个交换，好，就跟礼拜一做个交换这样子。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进来嘛？是不是？是这扇门还是这扇门啊？我有点忘记了。嗨，天宇神人安安，创造毁灭你好，
全宅安安，这是哪里啊？没事没事。猛蛋来猛蛋来，吓死了。没事儿，没事儿，一切安好。马可斯博士与班社史班社总裁同为渔船公司创办人，于十年前失踪，失踪那么久了。Good， 没有重要讯息，不值得认真的念。喝一下好了。哎、欸，阿东捡不起来。我一直关注老头 YT 社群消息，想说没有要直播。我是开台前半小时铺文啦、啊，所以说可能有点看不太到、啊、太晚铺了。哎、欸，那边有一罐哦、啊，寂寞的核心，这什么？他需要一个马可斯半身像装置物体，我没有这东西。那这个应该是暂时没有作用吧？哦，啊，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放进去，有没有？送到实验室那边，然后叫我们的那个比利去拿，比利哥，有没有？有了，哎呦啊，这个要拿来干嘛？忘了。哦，不是拿了吗？啊，包满了，包满了。我刚好睡到七点，一开手机看到你开台，哇，睡那么久、啊，放假哈、哦，可以睡很久、哦，行啊。好，没东西了，这有什么用处？这应该哦，这杀够了。那、哦、我这该用在哪里啊？嘟嘟嘟嘟嘟嘟，他可不可以把那个钩绳系下来给我，让我飞上去啊？可以跟他一起啊，不是很好吗？奇怪，我已经忘记这个样本的这个到底要干嘛了。算了，我们上面还没有探索完哦。接下来要怎么做、啊？培养运作中。我记得我拿到那个培养皿，好像在某个地方可以使用，是不是？好像培养室是不是？就是好像是在。研究所的，应该是说离开研究所有一个培养室的样子吧，好像是。哦，这个传不下去，就算了。那我这柜不就卡在这里卡住，没有办法回去了吗？哎、欸，子雷安安，嗯、往回走好了。其实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人有点小不舒服哦，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头有点痛。啊，可能是有去冷到吧，还是怎样的？就稍微有去冷到。你可以存档。欸，太高了，没有办法跳下去。握神掌不能用，靠背哦。这有事没来过，尤其是里面锁住了打不开啊，破窗进去不就好了？在那边装右手啊。
保重身体，会啦，尽量不要让自己感冒，不然感冒真的麻烦。哎，不舒服就休息哦，不行啦，有些事情还是得做啊。如果能休息，我早休息啊，早就休息啊。我觉得我应该这边要换比例耶，应该是要比例上来齁，才能去更多的地方。我看有没有办法跟他做交换，比例在我在下面，比例在上面。感觉这已经不是我的局了。欸，嘿嘿嘿，我可以跳下去吗？我看到比例在那里，看超好笑。超级大卡关。没有比老头更会被吓，靠呗！拜托我还好吧，我被这游戏吓到应该也没有很惨吧？欸，为什么这边会有按钮啊？哇！果然他也上不来啊！欸，这个有按钮，我居然不知道欸！啊！他在里面开干了，赵子龙，你好，长山赵子龙，要一骑当千的吗？你玩方舟都被吓到了，哪有啊？效果效果，没有被吓到，一切都只是为了效果。哎。干什么东西？我靠！居然有三发扎不死的，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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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撸个三发才会挂掉啊，这家伙！哎呦，原来这边有个油桶，需要器具才能采集。打火机给你采，使用。看到一朵了。玻璃剂，该不会是这个？使用，想太多了。这是什么？这边也是一个，这只能这扇门了。综艺效果吗？嗯，没错。啊，我知道这个了。水质的诞生日嘛，看一下日记。没有啦，其实说实在的，做效果什么的，我最不会了。有时候做效果挺累的啊。他的诞生日是哪个啊？日记一吗？12月14号，12月4号，那应该是124。T 病毒诞生日，水质诞生日124。但是他少一部分无法使用，我操你的！干！红色药草，红色药品，我这一次没看到什么红色药品啊，嘿，是没看见啊。将气体打进去，哎，哦。哦，那你看，放入调和器中，以持有红色化学物质。我哪里有红色化学物质啊，大哥？哦，这个倒进去，要跟我们那个。水质的那个容器做结合，哪里过来？我刚刚把它拿给比利说，可以可以，哎、欸，这个哦哦，
斯巴拉西。要先去比利的还是我们这里的、啊？既然都在这里调了，看一下这里的好了。嗯、啊，没有反应，那就给比利好了，黄金比利。比利赏拿去吧，比利赏。睡哦。哎、欸，啊，跨年了，你们要干嘛？突然想到跨年这件事情，其实说真的很无聊哎、欸。可能是我年纪有了啦，我真心觉得跨年真的超无聊的。不要在那边去101啦，我跟你讲，你们跨年去101，我跟你讲，真的你后悔，你真的会后悔，绝对会后悔，我说。进去出不来。如果你真的非要去，我告诉你，请带上你的纸尿布，好吧？不要说老头都没有忠心建议。哦，本来是12点跨完年可以回家的时段了，到家差不多可能少说一个小时。抱歉哈、哦，回去你可能已经早上了，快要早上了。在家里打游戏比较实在啊，你说是不是？不如回家开机上网，还来得比较有价值。天寒地冻之后就321，耶！然后就排了将近快要到早上的那个排队，有没有？然后再回家，累得跟狗一样。啊，你有这欢喜吗？敢那无呢？就忝诶。好了，哎、欸，我可以进去了。哦，看起来就好可怕哦。马克思，马克思。哦。马克思他的这个办公室看起来好破。好奢华，奢华呢？奢侈享受，没有空间啊，有点想捡子弹。等一下，我还有12发，扔着捡。神秘物体漂浮在水中，可以把它打破吗？啊，这什么东西？调节管线，里面还有东西。照片背面有文字，詹姆士毕业纪念1939，旧照片。哦，Judging from the age, that guy could be Marcus's son. 马克思的儿子 ，grandson， 就这样子啊、哦，哈哈哈哈。这个动画想要代表什么呢？可以直接用文字代表就好了，用文字带过就好了。为什么讲的好像看起来很有文艺气息，然后好像你他妈懂了些什么？你知道那种柯南吗？叮，那个闪电从脑袋这样打下去，噔噔噔，我好像知道了什么。照这年纪来看，可能是他的儿子还是孙子呢，就没了。冲啥？假鬼假怪！你再给我假鬼假怪试试看啊！好好的，直接一行字带过不就好了？你建一个动画，是觉得你的这个游戏啊成本给的太多，不知道要去哪里花用吗？直接转账给我好了，好不好？我很缺钱的。你不要干脆待会连每一个动作都要一个动画来呈现算了，好不好？他们拿了一本书装懂这样子，是不是？那假装文艺气息，然后在那边看着海，拿着一本书，然后望着远方，这片海让我感觉很美。操你妈的！
这个白，哎呦，对不起啊、哦。啊，这个白吃一点试试看啊。这个霸气一点试试看啊。哦，有了，可是我没有位置啊，有点舍不得啊。啊，只好先放置。Sorry。另外一颗。我这家伙不用补血，应该也没差吧？做动画要钱啊？对呀、啊，干嘛做这个小小的动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经费不知道往哪里花，只好做个小动画烧一下经费。这种给我感觉有点类似，就是啊。我们的那个台湾的工程，好不好？某些工程啊，地挖了又铺，挖了又铺，为什么？挖有水啊，是不是？是不是挖有水？所以说这到底是干嘛的？我觉得这应该要拿去给我们的贝姐。让电脑恢复运作的物品。我们哪边有电缆这个东西啊？好像是哪边说没电还是干嘛？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这一颗运输上去给他再说吧。还坐在旁边看着一堆人进捷运站，我就说真的。跨年还是在家里乖乖的过啊，跟着你心爱的另一半，跟着你重要的人。啊，你在乎的人，好好过就好了。啊，跟朋友出去呢，你可以找那种人少的地方再出去嘛。不要真的，啊，跨年时段出门。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 Biohazard 生化危机的那种感觉呢，我也是不反对啦，好不好？你想要知道什么叫人满为患？啊，丧尸为患吗？可以，去请去101。啊，不过那应该也是明天的事情了吧？那肯定是明天的事情了。我心爱的另一半是一只狗狗，啊，跟着狗狗也可以跨年啊，对不对？哪有什么不好？电脑雷贝卡。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说那边有一台电脑是没办法使用的嘛？那个电是要接哪里？所以说我这一条线是不是也要给那个，也要传上去给他，都给他好了。是后面用的哦，后面会用到，那我就先传上去，我就不拿了。好不？然后呢？我现在想存档。今天有没有办法破完？你们觉得嘞？要不要我今天开四个小时？要不要？看看我的精神状况吧。以前跨年，结果五点才回到家，那时候捷运站才刚新铺，真假的？辛苦了。跨年老头会不会直播？我那时候好像有讲过了啦，就是碍于某一些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当然，不然的话，我也想快开个跨年直播啊。哎呀，我在看情况啦，好不好？如果允许的话啦，我就试试看吧。老头明天上班吗？我每天都在上班，我现在就在上班啦、啊。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啊。三小有声音，啪，听到声音了，在哪里啊？爬三小，
再装再装。完了，停尸间。为什么我看到这停尸间，我想到《恶灵古堡七》啊？这什么？灭具啊！我知道在干嘛了。哎呀，恶心！子弹最大量好像是255这样子嘛，多减一点。哎，威尔森，威尔森啊！我玩阿特拉斯的时候最需要你了，陪伴我孤独寂寞的夜晚，一颗排球。好，我知道这个要拿来做什么用了，所以应该走这吧，没有错。而且说实在，跨年刚开始第一次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义，非常具有意义这样子啊。但当你跨了他妈好几次了之后呢，你就觉得麻烦死了，怎么可以这么麻烦呢？大家这种感觉，关下去。有人在里面睡觉，后面僵尸应该醒来了。嗯，没有。滚！去过一次就懒了。对啊，就没什么啊。认。外面的醒来了，培育室的钥匙。我已经拿到不少这种钥匙哎、欸。What about the fuck you? God. 那个培育室钥匙又是拿来放在哪里的？难道我们要回去吗？这里提醒你，后面会有猎人、水质人，要注意。那我死定了啊！怕。这把用在哪里的？老虎的头，凶猛的面孔。有哪个地方需要这把钥匙啊？这边是研究所，这把钥匙应该是要回到原本的地图了，培育室嘛。好哦。哦，没事，这里啦。母后一袭，母后一袭，重装一下。你现在旁边那个门来了，哇，这个腿很可以，敢可以不要那么安静吗 ？Oh fuck you！ 哦、oh! ，他会不会开门？他会不会开门？我觉得我死定了，我觉得上帝在跟我挥手了。开个两枪再离开，哎、欸，不要好了，硬上好了，我补血的。没事，成功活下来了。嘿嘿嘿，这是什么？他说不知道养了什么啊，就养了两只啊，还养了什么？哎、欸、啊，哦，全都不给捡，耶、yeah! ，great， 耶、yeah! 欸，哎，喵一酱，刚刚你好，可以吵了，吵什么东西？啊，你回到家了没啊？
啊，你是凯旋归来了没啊？就是要安静啊，不然怎么吓你？我每次砸到这个 BGM 一放安静，我就知道他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会给自己一个心理预设，你知道吗？我们再看一次哦。这应该是马克思日记124。一、二。四个数字，该不会是1204吧？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4863，为什么？我想知道欸。没关系，我先通话好了。你就可以直接加我 Discord 啦，打架啊！笑死、欸！干嘛？是不是想打架啊？我哪有想打架？一进来就打架啦！谁跟你打架了？哦，啊，你哪时候回来的？刚刚。我刚刚哦。嗯。等下，我刚打开那个时光，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尴尬哦。会尴尬是正常的，好吗？不会尴尬才奇怪呢。1978年2月3日，干不是这个啦，该不会是这个吧？啊，是这个是不是？更改了月台入口的密码。他是说是他这位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刻。过程中的重要时刻，那这样子的话，马可斯日记来拼凑来看的话，4、2、3，怎么可能啊？刚刚有人给我多少？刚刚有人给4863，是不是？水质育成记录啦。可是这个又很奇怪，跟四没有关联啊。哦，四只水质，然后一小时之后倍增。他这个红字标志倍增就是8嘛，但活体反抗时损失了一半数量，8再减一半不就是4吗？48哦，损失了两只，损失了两只变成6啦，我懂了。一个小时之后倍增数量不是变8嘛？第一个刚开始从4只开始嘛，然后变成8之后，好、哦，然后呢又损失了两只，减2，这是6，第三个数字。之后呢，活体动物反抗时，它的宝贝又损失了一半，所以说6减一半等于3。干，好爽啊！我是不是很聪明呢、啊？数学不及格。哪有不及格？损失六，损失一半是不是3？六减一半是不是3？对不对？哪有不及格？数学逻辑可以啦，不行，行啦啊！终于进来了，终于进来了。你以前数学是不是都不讲掉了？数学啊、哦，其实还好、欸，也有动画哎、欸。Maybe I could use this.哦，他要开始对讲机了。Billy, I found something here that might make you happy. It's an entry-level car. 一辆缆车。非常讲座，如果没有答案，你怎么分析？对啊，我觉得如果没有观众给你讲答案的话，你一定不知道你自己错在哪。傻啰嗦！你个少啰里七八嗦！哎、欸，这边是用那个长枪的绳子。勾绳，哇！那在这边怎么办？我从这边，我从那边进来都不知道是这里吗？好像是的样子。然后，哎、欸，
这边过不去啊。老头不止数学、okay. 被当是全当，没有跟你讲，我觉得他的那个健康教育可能是拿满分的部分。为什么？不好说。为什么我健康教育是拿满分？健康教育包括什么？你知道你是想要说什么？我怎么突然觉得你好像是在暗示什么东西？没有啦。健康教育。哎、欸，老头真会。那你可以跟我讲健康教育是哪一方面属于哪一方面健康教育满分吗？健康教育很多啊。欸，例如呢？这就是没有啊，大师为什么要请问？要为什么要问我呢？不是啊，大师我已经脱离，学生时期很久了。我对于健康教育这四个字呢，可能有点理解不能。啊，不是18岁。啊，对啊，啊，就永远18嘛，18了好几十年了，对不对？就是健康教育只有两性拿到分数，其他零分，所以还是被当，好可怜哦！啊，你就知道了。哇，原来是这样子啊！啊，你讲的好像你们都是我再生父母，都很了解我过去呢，哦，在那边。哎、欸，是这里吗？是不是？哎、欸，好像是哎、欸。啊！耶！放梯子下来，哎、欸、哦，我们汇合了 ，nice sir。你要 Discord 太多人了啦，我就觉得太多人会有点吵。是没错。对呀、啊。但是这样会让我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要求 Discord？ 这样感觉好像带了什么风向啊。没有啦，我讲真的 ，Discord 会不会人多进去会很吵？你就会看到的，哇吼哇吼 ，Yeah boy Yeah come on come on boy Yeah it's me Mario， 掉稿，就开始 Mario， 哎、欸，这个应该是要做结合的吧？是不是？哎、欸，不是啊，是要放哪里啊？等等，缆车上面有尸体，有最强武器麦格农手枪吗？啊，终于用上来了，射！三小，我才不会这样，我怎么知道你们啊？对，那一通话就疯了，有没有？哦耶 ，baby 耶、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糟糕啊？耶、yeah, ，boy。You not really boy， 最强尸体，最强武器啊，最强尸体。哎、欸，电车发动了，我们可以走了，超赞的。原来叫国栋阴囊事件。哎、欸，奇怪，我们的比利去哪里了、啊？我们比利超可怜的、欸，被放生到这里来。This way。等一下啊！哎呦，五高 ！Oh my god！哦、哇！看到库迪了，快射他！哇，比利掉下去了！哦，哇！哇！哇！啊，我不见了！啊啊！等一下！完了完了完了！我身上没有燃烧弹。Oh no! Oh no! No no no！ 哦、oh, ，一代！哎呀，好恶心！哎呀，恶心的家伙！还可以，还可以。但我没有补血，我觉得我要死掉了。Nope。自爆了，好死了，然后我也差不多了。哇，现在他掉下去了，那我该怎么办？就叫不回来，然后上车好了。就，哎、欸，安心，替他默哀三秒钟，默哀三秒钟。要回去安装保险丝了，
不是啊，我刚刚不是装上去了吗？保险丝我刚刚不是按上去的？哎，无血。是哦。啊，刚刚比利在应该直接给他来一个燃烧弹。哦呦，哎呦，地上这是什么？为什么他掉地上啊？我刚刚不是在插上去而已吗 ？What the fuck？ 算了，没插，自动掉地上。老头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什么东西？我刚刚讲的什么？发车了吗？我没有发车吧？拜托，十项全能呢、欸？是不是喵月酱？十项全能？有吗？嗯。旁边有人。在睡觉呢。最强的武器，哎呦，果然麦格农，我觉得这个拿来打就最后的王，一定很好用。还有什么可以拿？八发，刚好我那个地板上有九发，可以射很多发。机动缆车，十项全能，一半以上被吓迷路。那是两码子的事情，好吗？就可以了。哎，还会动哦？哦，不会，没事。我以为他等下站起来，搞不好待会我要回去的时候，他就会动了。都是那个。时机点，这有什么？没有东西。另一侧的门锁住了。别人睡觉干你屁事？他哪是睡觉啊？我觉得他没有在睡觉哎、欸。他想上我我家洗车场好像在那边大呼小叫吵死了，感觉好像在 开 party 这样子。哎哎哎，我怎么下来了？哦，怎么还？哦，这里是哪里啊？叫回去，窗户打开，叫回去，这样子吗？哈，吃便当，吃便当，喂大力吉娃娃。你看那边，哈，掏梗啊，吃便当，妈妈力吉娃娃。知道丢色带了，干最没用的就是色带了。